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图图，还有我们招的助理们。哎呀，这些又有新面孔了，待会儿再介绍。先说一个重要的事情，这次我们后天就要开天使极速100区，我们要搞一个回馈，我们这个回馈非常的疯狂，也绝对是前所未见，前所未闻。我们怎么疯狂？首先送100个 V 四，对吧？100个 V 四，那 V 四进去第一天 2.5， 它也要50多块钱，58块吧？57，所以我们100个，我们就要花掉5700。另外还有100个128首充，对，额外我们再会送100个号，这个号的话会给你提前储上32个币，到时候你进去你就直接能充128。当然这个币你要不花，你想花别的地方也可以的 ,OK。然后这100个128的号送出去又花3200块钱。这样的话就已经有8900块钱了。那距离10000还差一点，我们凑个整。所以想了一下，再送200个首充30的号。对的，首充30的话游戏里是7.5块嘛，那我们就送一个8块的币、啊、那我们就是200个乘以8，就是我们再送1600出去，这就绝对超10000了。那第一天我们可能从中午12点开服，一直到晚上10点之前，我们就一直送号，送到大家爽为止。反正我不允许你们是零氪，在我旺图的区，谁是零氪，谁就过来被我打屁屁，好吧？然后额外再提醒一下大家，当天14号中午一直到晚上12点之前，只要进天使极速100区，你充多少它都是 2.5 折，所以你最好是当天多充一点啊，这是好的建议。之后第二天就变成 3.5 折，就要贵不少了。希望大家知道这一点啊，就是我们送的号它第一天也是 2.5 折的。现在距离开服只有2天了，在置顶视频左下角就可以下载，当然如果遇到各种问题啊，也可以单独找一下我们，谢谢。